와, 쌀. 허즈 붙지? Don't call me. Don't call me anymore. 我们在这里吃。这是鸭肉吗？鸭肉、鸡肉还有烧肉。 오리 걸려져 있는 것 봐. 看来寿司都很浓。嗯，对，这个是排骨。排骨哦。啊，所以这个是就是各种各样的部位啊。对，用平衡的。哦。阿茶。김치？阿茶。阿茶。嗯，这个好像有一点像你们的김치。对对，有一点像 김치。 哇塞，真的看来一看就很好吃的感觉。它蛮出名的，以前是出名。因为后来他把他的秘方卖给人了，他以4亿卖了给人。4亿哦，真的，厉害哦。可以试试看。我比较喜欢这样 local style 的，不要太去什么百货店啊什么的，我不是很喜欢。我也是出国会比较喜欢去这些地方。 啊，这个跟饭这样。对，也是可以。嗯，闻起来很甜。对。嗯，这个一份是多少钱呢？啊，它这样一份是30。30？嗯，这个应该是鸭肉。鸭肉。嗯，对，这是鸭肉。嗯。 鸭肉好吃，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 sausage， 有点硬，嗯，比我想象的好吃，因为我怕有点硬嘛，因为我 sausage 基本上都比较软嘛，嗯，好吃哈。 就很健康的味道，你看就很健康了，你看。Hello， 好久不见。 你很久没有出我的 YouTube 对吧？我们的 YouTube 我又回来了，回来了，那个菜，<笑>对，其中一个菜。我给你吧，我给你吧。我刚才去洗手间洗手了。No。哎，我有，谢谢。哦，这个要给慧玲。<笑>还有那个，他叫什么名？ 他叫什么名？他的男朋友叫毛明，帅哥。我就是要带上，我懂他不懂，他跟我不好。他讲，我真的很难记得名字，真的。叫什么？Bro。Bro，对吧？Bro，对吧？对，我知道。阿俊麦。阿俊麦。阿俊麦，我给你。他说的，查理说的。查理。 阿俊麦，阿俊麦。Okay, Luna, Luna, here. Thank you.
확실히 싱가포르에서 먹는 칠리 크랩이 제일 맛있는 것 같아요. 원조란 게 Bring me up, cannot drink. Don't call me. Don't call me anymore. Okay? No, normally we call him Oppa. Means we have to help something. Suddenly, Abel say hello. Oppa. Hello, Oppa. Very friendly. What do you want? Can you order food for us?